2016年的6月4号，我们又来到整个高雄港，要回到整个台湾的部分了。今天又是风和日丽，好天气，哇，好棒啊！这高雄港的货运码头。有啊，那个火力发电厂，基隆的火力发电厂。哇，今天天气很棒，基隆港正是那个港口进来，也是那个天良的良港。不是，那个叫基隆屿，很清楚哈。对呀，在那边是要飞哦，要坐船啊，一个船。然后前面这艘船是拍了，它指引那个船不能靠得太近，太近会嘣嘣提醒它。对对对对，是的。看业绩好不好，就看看这边就知道了。货柜多还是？对对对。货车多还是少？行动是来介绍整个海洋航行者号的行动式管理，哇，这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个车子等下推来接我，基隆港。哇，你都拿纸牌真好，我就不用再那个了，出门了。基隆啊，到了啊。好，我们去楼上了。好，现在要正式上班。你像我们走了多放多远，现在来到13楼。Morning.只是基隆，
靠基隆港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他会停在哪边？啊，停这边。对。停下，有人下去。有人在那边带饼了不？有人要来要带饼。来呀。